欢迎大家来到武术研究所，我是今天的主讲，我叫黄宁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当在实战中，如果遇到拳法比你好的，只会走直线的这种拳手，你该如何去用方法去打击他？那么接下来有请助教。那么接下来我要来演示一下动作。当两个人格斗姿势准备站好，对手如果用拳法去压制你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正蹬腿去蹬开他，然后对手再往前冲的时候蹬开，然后落地的同时垫步变腿击腹击头。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来遍快速的动作示范。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，当你碰见拳法比你好的人的时候，一种腿法反击。如果喜欢，就请加微信"搏击研究所"的拼音，感谢大家。